常好，所以早上才下飞机到台湾的。为什么是这首歌？因为石原点歌了。耶、yeah ！为什么是这首歌？因为石原点歌了。承诺被创造，有一个使命。就是依照客户的需要而动手，去保护他们的创新，就像守护家人般的坚定、用心及无微不至。厂啊，所以早上才下飞机到台湾呢，今天。球迷来的挑战一下我们的羽球一偶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球迷先让你比较不会有压力，不然没关系，再来往中间发，哎呀，有一点远。好，来再来一次哦，第三颗有了，哦，有这样有算对不对？有第一颗，好，接下来第四颗，哇，再小力一点点就好了，最后一颗球把握机会，对，好，这样也算，好不好？两颗球很厉害耶，接下来。来，首先第一颗，第二颗，第三颗。啊，赶快回到我们的打中转播现场，果然啊，真的就请到奥运金牌王麒麟哦，跟球迷呢做一个互动。准了第五颗，我、哦、马上就展现了金牌哇！要达到这个定点，跟呼吸一样自然。对，而且他打进去的球还不会弹出去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跟高尔夫球那个上果岭还会变质一样的。